这两件呢是100%羊毛材质的毛衣，先说这件黑色的吧，那它的纽扣做得非常的精致，你看就是这种黑色上面带金色玫瑰花的，然后它这个扣子呢就让整个毛衣看起来非常的有精致度。那像这种比较有设计感的毛衣呢，就穿在大衣里面也是非常有亮点的。棕色这件呢，它扣子配的是比较有通透感，上面带金边的。那这两件羊毛材质的毛衣呢，穿上之后都特别的舒服，完全的不扎。